旧在婚区的话，就是第一面、第二面、第三面、第四面。那昨天我们的那个平和分队接受报案以后，那个打19之后，我们就动线是从这边，然后开进来，在这边。那所以第一时间的话，就是在这边，然后从这边进入，大概前进十米，再往右边进入十米，就是那个做疏散的时候就爆炸，在这个位置，都在集中这个位置。三个是在这边，赖进鲁是在这边，这边属于爆炸的点，这边算是爆炸比较严重的。起火点，他们原先报案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起火点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地板都是白色的那个飘的那个银雾啊，还是什么？他那边那个是做什么样的作业区？他们有说什么热熔融啊，或是其他喷漆的那些啊，因为它的那个高尔夫球有其他的颜色，所以有一些喷漆的那个涂料。对，它整个场地面积，因为昨天部长是讲2万平方公尺，这么大是更大还是？厂区的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把那个火势的话，就是压全部都是控制在第一厂区。啊，昨天现在目前的话，持续在做那个防护的话，就是这第二厂区，对。第一厂区目前没有烧到。没有烧到。